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白星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天堂 End 的好消息啊，算是好消息吧。啊，对无氪的人可能无感，可是有氪的人来讲，应该是非常有感。我们天堂 M 的包月龙之荣誉终于出了包月哦，对，不然真的受不了。好，那活动时间是自即日起开始，维护后开始就有了。好，那你商城组合包里面可以买龙之荣誉组合包，商城里面一般可以买龙之荣誉哦，但是龙之荣誉组合包它要配合原厂的商品设定，6月19号开始，所以现在还是不能买，哦，然后因为双平台的收费汇率不同哦，实际订单依照游戏内商品显示为主，它这边有特别强调。那大概讲一下它的价格啦。龙之荣誉的话哦 ，Android 1490 ，iOS 1690，不过还是依游戏内去看哦，这边参考。那龙之荣誉组合包的话，它可以拿到三个龙之荣誉 ，Android 的话是3290 ，iOS 是3690。当然这个一定是比这个便宜啊，看价格就大概差两倍多一点点而已，我算了2.2-2.1 倍左右而已。哦，那这个是全部的伺服器，你只买一个。好，所以它基本上是怎么讲？希望玩家能够继续玩，但是不用花太多钱啊！真的，我说实在话，我一天有没有一天哦？我自己的角色哦，将近吃掉1800的台币哦，大约啦1800台币。所以这个对像我们这种中小客的玩家来讲是非常好的。我也推荐，如果中小客的人买这个，你不要再去买叶子了，真的浪费钱，超级花钱的，吃的比林北哥哥送。真的，一天1800多块，是不是吃的比林贝格加送？真的，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他现在出这个，真的出的刚刚好。哦，那这个东西的话，龙之荣誉它是拿来干嘛？你使用后可获得时效30天的龙之守护的 buff。哦，所以你的婴海煞叶子，你叶子是零的时候，它可以获得1-200叶子的效果，就是绿叶的效果。假设你是零的话，它还是会有绿叶的效果。哦，那如果你有龙之守护的效果，它还是会消耗婴海煞的祝福。所以你不要想说那个叶子不会烧，还是会烧，但是它会烧，最终会烧到卡到零的位置。那效果是什么？等一下再跟各位说。那你有龙之守护效果，就不能再使用龙之荣誉，所以它不能重复使用，所以时间到你要自己再去用。那有龙之守护效果不会累积血盟点数以及祝福点数，好，这个自己稍微注意一下。那角色没有上剑的话，龙之守护效果时效仍会持续计算减少，所以它是包月用的。哦，你不要以为没上镜就不会计算，它还是会算。那龙之守护效果依照龙之荣誉的角色为主，就是你哪一只用了就哪一只的 buff， 那其他是不会有的。哦，那1-200你可能会觉得很烂，但其实不烂啊，因为它有加成的。因为我们在维护前的时候，你应该算是我绿叶的状态的话是，经验值是 200%， 金币的话是 125%， 可是只要维护后之后，它把它调升了。哦，经验值加成变400%，金币加成150%，哦，所以基本上包月我会觉得比较划算，不用烧那么多钱了。那你最重点你还是掉宝嘛？那掉宝基本上这边没有影响到的，所以我个人推荐就绿叶去挂就好了，不然一个月这样烧下来，不得了哎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去买这个就好了，不要再去买什么龙上面包月啦，看我修几对不对 ？OK 啦，好，那。以上就是这一次这个龙之荣誉的这个分析以及介绍给大家分享。好，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按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百姓分享第一手好消息的消息。我是平百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